男孩子出门在外真的要保护好自己。兄弟把他姐姐放到我家之后，带着我来到他家里，结果你怎么有这儿的钥匙啊？别给我来这套！我问你话呢，你为什么有这儿的钥匙啊？当然是咱妈给我的了。咱妈？行，我这就问他。在你打视频之前，要不要先把衣服穿上？啊，我操！哎呦，没事啦，又不是第一次看到。这能一样吗？肉肉，不是我不喜欢你，可是我们真的……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一起试一试，要是真的不合适的话，我也不会再缠着你了。长得好看呢，我就是没有抵抗力了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。新插柳柳成荫的一天。喝汤，你这收拾都插到菜汤里面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这个菜汤是我的吗？对呀。哦。每一次再一次，你慢慢的靠。挺好喝。女生和你关系好不好，就看她有没有给你做过这些事情。喂妈，我想吃饺子了，自己点外卖去呗。我想吃你亲手包的呀。哎呦喂，老大的人了，妈正忙着呢，你自己先点个外卖去凑合凑合哈。哎呀，老痛了，就是下午听说你想吃饺子，我就去外面给你买了一点。肉肉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都是被兄弟姐姐难为的一天。你坐在楼梯上干嘛？休息了呀？我们去买西瓜吧。哎呦，你别了吧，你大半夜的，你吃西瓜很容易长胖的呀。走了呀，休息了呀。去买西瓜吧。不买。买。不买。买。不买。我哭给你看。你哭吗？不买。我打滚了。不买。买西瓜。什么？只能买小的。好。不管晴天还是下雨，只想陪。男孩子在外面真的要保护好自己。干嘛？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今天你为什么老是一直看着我？你不看电视，电视不够好看吗？我馋老公身子，他宁死不从，我可以告他吗？还有这种说法？你别过来啊，我还不是你老公啊！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哎，不要！别！兄弟姐姐竟然一个人在家干出这种事情！一天天入也不知道在家干嘛，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。带你们揭秘女神背后的真相。听说我今天不舒服，再看看。最高级的关灯方式。哎呦，困死了，灯怎么还没关啊？这么亮，这开关也太远了吧？哎呦，看老子一脱鞋给它关上。三。2 1，给我说着。关灯就关灯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不懂了吧？no。打屁屁能提升智商，让人更聪明，这是真的吗？哦，好吧。nice。上次偷拍兄弟姐姐，但是被发现了，对不起，我还敢。
昨天偷拍被他发现了，这回藏到另一个地方。哎，这儿不行，这儿不行，这上回都藏过了。这儿不错呀，就这儿了，就这儿了。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什么事情能这么开心？怎么感觉我不在家，他更开心了？这是什么操作？等等，这好像是我的刮胡刀。哎，等等，好像有点不对劲。李准，不要啊！小鼻子。